谢谢。太伤心了，他最后一集很重要的。对呀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全图好不好？对呀，你看，哎，尤其是那个 H， 果然有个 H， 对呀。我刚刚一直说这个 H 是 Happy， 其实我觉得这 H 是洪泽。是啊是啊，他的大写也是 happy 的代表。对啊，而且刚才阿雅说，这就说明洪泽湖大闸蟹呢，它可以有一个天然的商标，也是它独特的一个地方。你知道那个我们洪泽湖特别有意思，它连着的是活水系嘛，上面黄河还有我们的淮河，黄河淮河都有一个 H， 所以这个好神奇哦。洪泽人的标记，但也像有朋友说的，代表洪泽人呢是很 happy 的，是很幸福的，对对吧？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欣赏苏有朋带来的歌曲，继续让大家 happy 一下。好，你要带来一首什么歌？有朋啊，带来一首比较怀旧的歌，可能大家也很熟悉吧，叫《珍惜》。好。让我们一起来珍惜今天的缘分，有请有朋。谢谢谢谢谢谢你哦，拜拜。你要和他慢慢爬啊、哦、慢慢爬，慢慢他在后头等你、哦、慢慢走慢慢走。来，有请我们道具老师，有请。看台上的朋友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？就算月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仰望着这张帆？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摇无衷这段珍贵？无怨无悔也是人生的一种留着。
天空陪我追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苏永鹏，谢谢，洪泽等着你再回来哦。我们也会很珍惜永鹏给我们留下的美好的歌声。对，我们珍惜跟他的金世缘，金世缘，是的。说到我们的洪泽湖呢，真的。